好啦，咁即刻就要嚟開呢隻啦。係，一開波就打大佬。係咯，打大佬。一開波打大佬。睇下揸住呢把咩嘅？牛肉刀啊，唔係呢一個三色呢個斬腩刀。哇！人馬一體。冇啊！印啊馬就未出嘅，不過我相信都不遠矣噶啦。咁啊，始終超軍神，老實講喺呢一個機械人大戰 O.G. 嚟講咧，佢嘅受歡迎程度係第一嘅，唔會有第二。大張卡啊嘛，係冇得傾，因為始終即係呢一個魅力啊，特別係呢一個。大家有玩 O.G. 見到嗰個連貫嘅動作，遮住得個，我哋知道一定遮到，遮就得個先。龍捲斬腩刀，咁啊睇到呢個 box 係幾咁巨型啦。係，好，哇，係咁啊！男人中嘅男人，桑格嘅專用機，因為即係其實當其時咁啊，好似已經開始咗添。係咩啊？係唔爭在咯？你唔使停先嘅咩？揾咩？你最興啊？得個係喎，轉頭堅，即係有。跟住再講嗰次第幾集第幾季，有今日唔使㗎嘛？是但啦，即刻嚟啊！監製同呢一個導演話事。好，即刻嚟啦！記得咁開心，都要講嘅。玩具 TV 第32季大結局第13集。方便 cut 啊嘛呢一個，就見到大讚卡啊！呢個係千隻鏈嗰個個 box 先啊！我匿埋咗已經睇唔到，睇我遮曬兩個人啊！遮曬兩個人啊！咁如果大家係諗住要儲盒嘅話咧，請預留空間啊！不過其實你冇得唔儲呢一個真係，因為個質地咧都好硬淨咁啊，亦都見到即係雖然冇任何繪畫嘅成分啊，佢係將呢一個產品直接。做了呢一個封面，但係嗰個逼力都真係唔講得少。我好快講一講關於個盒個 size 先，因為曾經咧，我係都好多年前咧，咁喺網上有一位師兄講過，佢話我自從抌咗啲盒之後，屋企慳咗好多地方。係事實，冇錯，我明白。但係佢當然就淨係留翻個本體啦。咁呢個就睇下你捨唔捨得嘅。係。咁有啲人因為嗰個盒就真係一個都係一個玩具嘅一部分啊嘛。你如果你抌咗個盒咧，又好似。有少少缺失，好似唔見咗件件咁樣嘅。我以前都真係抌盒嘅，因為我基本上啲玩具都會盡量擺喺個 display 櫃度。咁但係當我個 display 櫃滿咗啦，跟住我間房滿咗啦，咁我就揭翻盒啦。因為即係要擺個盒裏邊啦。因為真係要入倉。好，成件事就完啦。咁跟住而家即刻咧，就麻煩德哥講講個主題先啦。個盒都睇咗咁多啦。係啦，咁啊，點解呢個使唔使阿 Walker 過嚟評一評個盒先啊？係喎，我哋有專業嘅係啊評盒員啊。係啊，我阿 Walker 而俾個麥，有個新賭啊，呢個幫我開個賭啊。全拍手啊？唔係啊，盒。零零七啊！盒哇咁大个盒嘅，系啊！你只嘢咯，唔系你觉得个质素点先？即系净系讲个盒啫，净系讲个盒。因为大震卡我都系一个其中一个我最中意嘅机体嚟。咁坑盒应该硬净 ，OK 啊？有冇补充啊？咁讲真几靓咯，即系咩？边间厂啊？千只面啊，几靓啊！个 graphic 几靓啊？呢个系咯，其实 graphic 都好紧要嘅。好我哋另外有喺 graphic 界嘅调厂各位俾啲意见嘅。唔系，我系觉得佢喺相入边咧，真系非常之有魄力嘅。尤其是佢自信咁揸住呢把刀，实物嘅手，哇，真系。喂，但系呢系你阿的讲开个好有自信个手，喂，呢个 pose 咧，即系就系话其他。嘅同類型嘅產品未必擺到個 pose 啊，係啦，咁而家佢擺唔擺到咧，陣間麻煩德哥啊，但係今次呢只都係可以結合，可以變形。唔係佢而家就係得呢只龍捲未有住啊。因為手通常如果係佢係波joint嘅話，加上啲把刀嘅重量咧，如果 hold 到咁就非常之實際。佢唔係波joint，哦，所以佢揸得咁穩，佢係要掹出嚟插嘅。因為佢嘅經典 pose 就係要伸直隻手揸住把刀，係呢個其中一個。classic 嘅 pose， 好啦，咁啊，翻嚟啦，咁啊，直接要麻煩真係影一影隻嘢嘅 close up 先，唔該曬，哦，已經好啦，咁啊，擺咗個 pose 咯，你會見到其實擺得到呢一個咁躍動嘅姿勢咧，千隻鏈喺佢今次呢一個可動方面都落咗好多心思嘅。我意思指嘅心思唔係佢個高可動，而係每一個關節嘅承重。因為你會見到佢成件嘢，見到啦，呢個我手啊，咁樣睇呢個我手掌，你可以諗到呢件嘢係幾乸巨型，但係佢係絕對唔會有任何掉掉揈嘅情況嘅。掉掉揈中文點寫？有啊，有得寫㗎。係，我知有我見過啊，係。所以我先問一問。我覺得呢個 pose 咧，影移翻正。呢個 pose 咧，好似呢個點啊？呢個
咩啊？睇下先，係啦，影唔到添。唔係呢個 pose 又先即刻好似嗰個穿越時空的少女嗰個海報喎。哦，我以為你講乜嘢？原來講咁耐就係穿越時空嗰個。果然係不愧係 Walker， 係離題之離題之王啊！好嘢啊，真係。好啦，咁啊叫係咁依轉咗一個圈，你會見到喺著色方面，佢都係用咗呢個金屬藍。因為如果即係大家近睇嘅話咧，會見到嗰啲藍色係會一點點嗰啲銀粉喺度嘅。咁當然其他主要嘅著色都會用咗呢個光澤系，咁啊相對會令到呢個超級機械人系嘅機體咧就更加吸引嘅。咁當然大家見到呢一把架撐咧，就係即係算做係嗰啲VIP 版，係可信係啦。咁啊，除咗呢一把三色斬纜刀之外，要麻煩係啦。呢一攤哎呀，呢一攤嘢就係限定啦。咁你會見到呢、這、一個呢、這個怒敲嘅表情，咆哮單眼頭嚇啊！咆哮咆哮係限定啊！我講係啊，因為其實佢用呢一個人眼一睇斬毛不斷，但龍捲斬纜刀嗰陣時候就會見到呢一個 eye catch。咁有朋友以為係 set 咗嘅，點解 set 咗咧？大家會見到佢隻眼，特別係黑色嗰啲塗裝係非常之不對稱，同埋好似亂 Q 咁樣搭上去嘅。係啊，絕對唔係。如果大家有即係你開翻部 PS 玩翻 OG， 你再儲翻即係咁上下氣力，用一次龍捲斬纜刀，你就會見到呢一個樣噶啦。嗯，但係普通版係咪得即係冇其他表情喎？普通版哇，唔該。麻煩監製，唔係，如果係買普通版咧，就到嗰個買家嗰塊面好多表情咯。我屌嘅，因為冇嘅，冇表情嘅。係咯，可惜喎。好，唔該 ，close up。哦，咩都冇㗎。我都有好多個，仲有五個。唔係呢個係普通版定特別版嚟講？普通版係包六塊面。哦。三個著燈，三個唔著燈。著燈嘅意思係，因為我冇入電啊。咁啊，其實佢有三個面相。都隻眼係透明嘅，冇錯。咁如果特別版就多咗一個面相啊，就係用龍捲斬纜刀個面相，亦都係單眼嘅，即係一隻眼發光，即係懶係好懶有面相。我同監製反映一下，我哋應該儲一扎電池喺度，次次都冇電，次次都玩。我衰啫，我冇乜關事啦。好吉啊，塊面嗰嘢都咁吉嘅。咁當然，如果想著燈嘅話，我覺得呢一個設計係非常之好嘅，同埋今次其實大讚卡超軍神。是用磁控的，膊頭啦、眼啦等等等等等的地方都識著燈。好啦，因為冇電，所以慳翻。有師兄問啊，咁阿 Bobby EX 問啊，佢話有超合金雲嗰只，仲買唔買千隻鏈呢只好咧？咁樣嘢喎，十幾年前同十幾年後，我將個事實話俾大家聽。我亦都有買到新版的超合金雲。開都冇開過，我知道佢出，我賣咗啦。係，我呢個就係我嘅答案咯。唔係兩個唔同格式嘅，一個就可變合金，賣2000零蚊就有一對咯。係，但係都有一句。呢只幾錢啊？呢只2000零蚊一隻。一隻，係啦。重點講咗啦，就係呢一個姿勢咯。我係要呢一個姿勢，我係要呢一個比例咯。同埋大成倍幾喎？呢只係嘛？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咁啊，而家真係掹出嚟抖一抖啦。金文嗰只可動好似係。係爭啲，唔差，但係佢更好。年代爭太遠啦，爭有冇爭廿年啊？可能拉翻遠少少，唔該，十年啦。你會見到呢個老年咁大嘅台座，放心，他媽的穩陣，夠力啊！所以變咗嗱喐，其實佢呢個 design 我相信都 universal 噶啦，咁啊好似你講得出係啊 ，metal 錶咁樣，咁啊呢度有一個掣啦，你開谷即係唔趴咗落去就可以上下吞啦。剔翻上去就咦？有師兄話佢裏邊有電嘅噃，係咩？有人咁講喎，怪錯咗監製啦。掹先呢個地台咧，我發現佢，我唔知之前係咪咧，佢呢個係金屬嘅喎。係啊，係咪今次嘅改變定不嬲都有嘅？應你咁大件嘢，其實冇乜點幾多出過嘅，所以呢一個我嗱有錯請更正啊！我見就第一次咯。係咯，我就同埋佢呢一個金屬，呢一個佢唔係話用即係摔嚟喐嘅，佢真係直接喺呢一度扭嘅，聽到咔咔聲。所以呢一件嘢係他媽的穩陣，你話外觀靚唔靚一回事，因為嗰個重量啊，即係如果唔用金屬，佢基本上承受唔到的重量啊。係事實，你打一打中喎。哇！呢把刀，你就咁我自己拎出街都會俾開心。
都會被警察問候。我冇辦法測到我要攞翻屋企攞一晚先，一晚咁少，攞一晚先咁樣。係咪？一定係個說明書望下，係咪有啲地方可以甩？呢個係咪磁控啊？係咪磁控啊？好啦，咁心口可以咩？呢擦得啊？心口可以擦得，擦得啲乜嘢啊？咁應該佢有電喺裏邊啊？係嘛？心口啊！即刻掹，即係咪喺個心口嗰度就可以擦到嗰、那個？索性你掹咗嗰個刀先，應該係冇錯。呢個唔使啊，順掹出嚟得㗎啦。係啦，唔該曬。好，咁啊嗱，持刀呢樣嘢係真係幾得意嘅。我唔敢講話呢一個設計係好新穎呢路路，但係點解你會見到千隻蓮擺呢一個超軍神嘅 pose 揸刀揸得咁穩陣咧？又要麻煩影喺另呢邊啦。哇！佢因為好啊，另外提一提大家呢件嘢，除咗重之外咧，好多好吉尖角。全部都是尖不甩的，所以你玩的時候真的要小心，同埋真係唔適合小朋友玩嘅。喂，這個可以理解喎，因為佢本身個原設定都係咁樣，無論佢係超合金雲啦，甚至乎之前出模型嗰只啊，都係吉到手損嘅喎。大家見到佢呢一個全關節可動手指之外，你會見到喺呢一個手掌位，其實有一個附加配件嘅，就係靠呢一個攝咗喺呢一個係攝啊嚇，我掹翻出嚟先，喺手指罅嗰度。係啦，呢個設計係好好，因為佢真係唔會甩啊。佢可動手指，但係又揸得穩個劍呢下可以喎。係因為佢靠呢個。佢靠咗呢個。係啦，佢呢個攝咗落去個脈搏位，跟住就再揸住把三色斬藍刀，所以就揸得咁實啦。仲有，佢其實呢一個係唔可以轉嘅，某程度上。哦。所以點解你會見到佢隻手唔會左右揈咧？就係因為係死嘅，因為佢要落死佢啊。四方榫嚟。哦。呢度會睇得清楚啲、okay. 哦，所以圓嘅咧就可能會受唔到力，四方就搞得掂啦。係啦，咁所以變咗你想就翻個拳頭位點擺咧，就掹佢出嚟，攝翻落去啦。OK， 確定咗應該有電嘅，第二掹咗轉睇。冇問題，我而家就係想將只腳還伸翻只先。嗱，聽到啲跳刺聲好開心啦。咁、啊、另外咧，阿Tony 聽就問啊，一隻馬幾時出啊？哇！這個要問翻千隻鏈，但係有考慮推出。有考慮推出，因為重點呢件嘢個未。嗯，前一見到就即刻心喐喐。係啊，幾多錢啊？2000幾多先？2400係咪？2400左右啦。咩、聽到呢個價錢，即刻大家好似即刻靜下來咁樣。其實都唔係嘅，即係正常嚟講，呢個 size 呢一個 license 呢個品牌係差唔多，係呢個價，即係俾我心目中算係。即係唔算好貴，唔算詐蝕，係因為你預咗千隻鏈，跟住又有咁嘅 IP， 今日咁嘅質素拎上嚟咁價，唔係大隻，你心裏有個底啊，你知道係咁上下噶啦。唔係，如果我心裏有個底咧，如果佢跟住嗰只龍卷係會可以變得埋機械人咧，即係而家未知啊。佢一定會係嘛？唔知啊，好似話傳聞話淨係出個馬嘅形態，等佢可以騎啊嘛。咁而家未知啊。咁如果你話變得機械人兩隻加埋大約係5000上落咧？咁嘅 size 咁嘅份量咧，我覺得可以接受啦，可以接受啦。咁嘅 size OK。嗯。咁但係你話如果嗰個龍卷係唔變得型咧，咁又係輸蝕啲咁多嘅。嗯。即係除非佢相對嚟講個價錢可以下調少少咯。如果有手指甲就會好啲，咁啊喺下邊撩出嚟，咁啊其實都唔會話好複雜嘅。指甲擔當我哋嘅。指甲擔當。Toys TV 指甲擔當。哇！你又揾啲角嚟撩唔好喎。咩揾啲角嚟撩啊？我係到你又想揾呢個角嚟。哇！掹佢出嚟㗎啦，大佬。唔係，我啱其實想問咧，佢咁大個可動手掌咧，其實佢有冇辦法做到唔需要附加件，可以喺內藏一個，因為個機關可以扣住把刀咧。應該係咪？哦，咁佢冇咁做，我相信就係諗過做唔到啦，但係有啲可惜咯，我覺得。或者好似哇咩啊？有啦，我哋。咦？哇！喂！哇！嘿！我都玩一聲喎。李夏和夫人嘅著得衣飾。好光啊！俾少少正面觀眾睇睇先啊！觀眾未睇到啊！嗱，一邊就著咗，一邊就著咗，一邊就未著。咁啊，見到分別啦。係啦。但未著都好靚喎。係。都抵。咁著燈嘅位置就淨係膊頭啊，定係？仲有膊頭嘅眼同埋眼。係，但係我未換透明眼啊。不過佢起嗰個電嗰個位咧，係有少少棘手啊。嗯。即係你每次開關都要。
還是係因為今次第一次，所以先要搞要開？第一次係會搞耐啲嘅。如果唔係，佢係咩？佢係用磁控噶。叮。磁控。咁啊，磁控啊，差好遠。哇！着粉色啊。Good。哎，我反而想用龍捲斬纜刀。嬲啊！係啊。把彎啱啱呢度。係咪呢度啊？哦，係係係係係。好啦，裝翻個心口先。系啦，多謝大家提點我哋啊！係 ，thank you。Toys TV 嘅節目最好就係我哋同觀眾同步，佢哋教翻你轉頭，冇重播噶。基本上我哋慢咗兩步，因為人哋已經玩曬。哇！喂，好光喎、啊，好光猛啊！哇，呢、啊、個垂直插咗 OK， 所以變咗換樣咧，某程度上係冇難度嘅。大隻卡都算是我哋都快的啦，呢只都即係都開得都爆得快的啦。上個禮拜未有噶係嘛？係啊，而家都未有。而家未有？未派嘅。未派㗎？係啊。哇！一地玩具喎、啊，而家先留意到。係啊，因為有今日到好多好多好多架撐喺度啊，所以係都係就翻自己好啲。好啦，殘眼啊！突然間感覺都有啲殘眼啊呢邊，因為哇哇。哇呢、這個單眼斬爛單眼鬼啊！係啊，喂，睇住呢一個，一陣間收翻埋呢一個膠片啦，冇好啊！哦，呢個都唔使嘅，抌噶啦，抌噶啦。好，咁啊，快啲俾觀眾睇下啦。有用㗎，你如果 keep 喺盒裏邊呢一塊好有用㗎。多謝 Ricky 聽，多謝 Ricky 聽，產品最安全資助。誒，多謝 Ricky， 多謝。Thank you Ricky， 多謝。仲有多謝我哋而家幫手拍緊嘅 Ricky。Ricky 曬黑咗。有樣嘢真係要講一講，佢嗰啲手指雖然係可動咧，但係會甩出嚟，容相對容易比較甩嘅。咁你亦都唔可以即係加啲咩指甲油啊嗰啲，因為佢上咗色啊，係所以變咗就有少少尷尬。或者紅色都係上色噶？係啊，全上色噶，冇諗過。我做好少少個姿勢先嚇，即係用我以前我細路仔嘅時候啊，即係幾廿年前咧嗰啲最原始嘅方法鬆咗咁點樣咧？係粘一塊膠紙落去。係啊，係啊，冇而家你咁多嗰啲咩嘢？簡單啲，摺張薄薄的紙巾都做到。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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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嗰啲咁樣咯，用嗰啲招數咯。大嗰啲就發現原來八角箱都得嘅。而家就有好好嘅關節保強液啦。係啦。其實原來關節保強液個嗰個料都係白膠漿，但變咗不係不型嘅白膠漿，係啦，原來都最後出嚟都係白色嘅，都係一樣。好啦，唔好意思啊，要大家等咁，但係我覺得係值得等嘅，因為佢換咗呢一個咆哮單眼頭咧，嗰、那個感覺真係係差好遠㗎，係超級機械人係一定要有開口嘅表情樣嘅，開口都不特止，仲要單眼。嗯啊！我仲話一路睇緊阿德哥去搞呢一隻大隻卡擺 pose 嘅時候咧，唔知點解我反而調翻轉頭，我好中意佢 C 站喎，因為佢成個比例咧好靚，做得好靚啊！係，所以我一見到就，而我係唔玩 game， 亦都唔係話呢個 IP 嘅 fan， 係一啲都唔係。所以我之前嗰啲我都冇恨嘅。呢個我企喺阿 Walker 隔離先啊！嗱，我冇打超級機人大戰嘅。咁嗰套超級機人大戰嘅動畫咧，我正話都係覺得麻麻地啊，德哥話 O K 啊，但我覺得麻麻地嘅。又要一個 long shot 啦。嚇！咁但係咧，即係我對大隻卡個印象咧，真係純粹係嚟自一啲機設嗰啲書啊，或者網上圖片我睇。但係我睇完之後，我都非常中意佢喎，即係佢完全對於我嚟講係冇任何嘅背景㗎啦嘛，我都係非常中意佢。因為今次其實呢一隻大隻卡佢嘅比例同埋特別喺啲弧位咧。是做得很出色，所以變咗能夠將呢一個原畫入邊超軍神的動作同埋比例同埋氣勢咧，都可以完全咁樣表達出嚟。我唔玩太多嘢，我而家直接講翻佢個可動性啦。係啊，我好想知啊。好，拆翻出嚟先。放心多一句，我係好激讚今次千直練呢一個台座嘅，因為我可以好放心咁樣放隻嘢上去。因為有啲唔係激讚，有啲係激氣噶嘛。係。好啦，咁啊頭係全身嘅可動性最差嘅地方。點解嘅？因為佢本身要就翻入邊有好多呢一個線路同埋零件。哦，因為佢要著燈係嘛？直又拆翻出嚟先。咁有氣勢嘅頭，係啦。咁啊，佢要靠翻條頸一條直軸加兩邊波 join，
大家要留意翻後邊係電線，所以係幾牙煙嘅。咁啊，前邊就梗係閃靈靈嘅燈啦，大家見到係非常之夠光噶。咁其實佢話就話呢度有個波頭啦，下邊都係會駁翻呢一個 body， 就做翻一個比較大嘅可動嘅。咁但係你睇翻超軍神嗰個 design 嗰個頭盔咧，某程度上都幾牙雜噶。咁所以變咗喐嗰陣時嗰個幅度咧，就千祈唔好咁大啦。又可以塞翻佢後邊都會頂住啦。係啊，所以有少少尷尬嘅。點都好，造型先決嘅我係非常之滿意嘅。好啦，拉翻低少啲。另外一樣要留意嘅，除咗本身佢全身都尖不甩之外咧，因為佢個頭同埋個膊頭嘅距離相對比較近，所以大家玩嗰陣時候，你喐個膊頭咧，唔該，你要避一揾個頭轉歪少少，你避一避先嘅。但係想睇一睇，嗰啲尖不甩咧，雖然係尖啊，但係不影響飽換啊，影響你爆光嘅啫。係啦，咁啊見到本身佢嗰個膊頭嘅前後關節，亦都係叫做金屬製啦。上下，除咗呢一個近頭嘅關節可以上下喐之外咧，膊頭呢一度亦都有一組嘅上下激輪式關節，聽到聲，變咗就可以喐到好高，不過就撞頭啦。大家玩嗰時候記住小心啲。咁當然前邊呢兩塊掩係可以喐嘅，避免咗呢一個上臂嘅可動會干涉到。當然其他嘅，譬如話上臂嘅橫軸啦，頭先撞到嗰位，係啊，所以呢啲位都好容易撞。其實呢一個位係極限嚟嘅，手踭係。好了，後面就 I am Optimus Prime 了，他入不到麥克風。好了，那見到咔咔咔咔聲，玩得挺用力的，但是你會見到他這個手臂的對接，這個就是極限位來的了。剛才說了，拳頭是要拔出來，才可以設定你自己想擺的位置的，千祈不要硬扭。Otherwise， 你可以買那一隻新的，恭喜曬。即是它不能夠轉啊？係啊，掹出嚟拆，掹出嚟拆，掹出嚟拆。哦。所以變咗佢咩都唔會有問題，就咁解咯。但係佢手冇呢個。You can try。即係。佢為咗空劍嗰個穩定性，就犧牲咗少少嗰個冇錯手腕咯。好啦，咁啊手啊叫玩完啦，我拉翻直只腳先嚇，唔好意思。我覺得呢個選擇係啱數，因為佢經典 pose 係緊要過佢嗰個手腕嘅可動啊。係啊，最緊要係個經典 pose。最緊要揸刀揸得穩，係。好，睇翻條腰，好腰好腎好男人，佢係咪個好男人呢？嗱，左右就係靠翻呢一個上胸位嚟喐嘅，一樣有激輪式關節，都係聽到嘎嘎聲嘅。左右就純粹真係靠翻腰都係先，係啊 ，hip 同埋腰呢一個關節都係激輪式嘅。哇！呢個比較少見。係啊，因為佢本身上半身其實好重嘅都，前後哇幅度唔大，但係都有比例。連個腰都係嘅，呢個腰都係。係啦，大概其實佢嘅格係三格嘅啫，一。二啊兩格添，一都夠用啊，係啦，因為其實前面呢度已經頂住啦。因為穩定性真係好重要。嗱，而真係我覺得花啲心思嘅設計咧，我舉翻高隻手先嚇，哇！真係要企起身玩啊，大佬。跟住係啊，我頭先吉啲嘢啊，大佬。佢耳仔嗰個好幼啊，嗰只角。不過嗰個位就即係其實最驚就係話一時唔小心即係跌落地下，收硬皮放心，或者企喺度瞓低嗰啲。喂，點解佢嗰個拆回限定係送嗰個面霜？佢應該係送藥水膠布先啱嘅。你真係啱，拆回限定。哇，大佬你睇下，哇，係野二奶啊！好啦，係啊，佢個裙夾個設計係好得意嘅，佢主要係靠翻尾，即係叫後夾嗰度有一個。有兩節的蝴蝶關節，咁你就可以見到佢可以向後拉啦，而喺側裙夾就再加一組上下，而後裙夾其實亦都可以有一個即係叫直軸係可以轉到嘅，
咁令到佢一揭開咗嘅話咧，你就會見到佢前面大髀位完全冇遮冇擋，點玩都得啦。Bobby EX 啊，佢就話。他說後面可以不用看了，為什麼？因為他說看到這裡已經上了、好了，接著你會見到大讚卡的算是噴射器啦，當然另外要講的就是尾裙甲，你會見到這個揭得起啦，而本身這一塊尾甲呢，它的設計也比較有趣的，就是有一個蝴蝶關節的，亦都為什麼要在那裡整個蝴蝶關節呢？方便翻，當你個大髀向後喐嗰陣時咧，就可以拉翻出、拉翻上，就減低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對關節嗰個影響嘅。嗯、啊、嗯、啊。定還是佢預計將來騎馬嘅時候有用啊？啊，絕對係。所以冇乜嘢可以攔到鐘哥，基本上都。即係只馬有機會，即係都只馬應該喺嗰、那個有機會喺嗰個 list 裏邊，好大機會。咁樣睇，你都會見到本身呢個大腿嘅關節。踢到幾高呢？哇！但係佢會懟到自己隻頭啊！哇！個膝頭哥，喂，呢、這個過癮啊！呢、這個、你唔會擺呢個 pose 噶嘛？喂，好玩啊！大佬，玩具嘅係自由嘅。咦？係喎，唔好意思啊。又要試下佢個穩定性。應該 OK 啊。好好難揾位揸嘅，其實真係要拎咧。大讚卡你咁樣揸，你就係最正確噶啦、捉住條腰，因為佢其實四方八面都係啲好好尖不甩嘅地方。因為阿德哥而家好忙啊，所以阿 Tony 問嘅問題咧，我代阿德哥答。係，佢問阿德哥，佢話呢件咧係會唔會列入 BMS 嘅2024十大 Must Buy？ 係，係會嘅。九月，絕對，九月嘅呢個禮拜絕對啊！看來好像已經有20件還是30件是 Must Buy 的了。除了不該之外，我還可以說什麼呢？都是不該的。可動手指有少許問題、是它相對過、特別是第一節的關節這裡、你有機會會不小心愛來借力的話、就甩硬，即是嗨到就是了、這個都避免到的了、不是避免到的，是就是你不要鬥它咯。我意思是可以做好一點，在個設計上的時候、我想這些應該是工程的方面、但是可動手指這些通常已經叫好的了、已經叫好的了、我個人來說呢，我就可動手指或者造型手指我都 OK 的，但是如果有可動手指呢，感覺上玩的時候你會開心一點的，是一定，因為你擺姿勢那個自由度又高了，但是我比較喜歡手型那些，如果他手型手嘛，手型手夠多的話，因為那些張手的那些力度是漂亮很多。我介紹一間廠給你， Bandai， 他很喜歡將造型手分開出的，分開出20款藍色 logo 那個，自然分開出給你，紅色的，喂，即係耐佢唔耐，以前咧，你冇諗過咧，嗰啲造型手係會出一盒模型噶嘛？而家係分開出去，真係估佢唔到啊！真係，係咪 PG 2.0都？唔係啊，佢就係嗰啲咩？佢分開 high grade 或者 MG 1:144、1:100，已經係分開出俾你啦。咁先激氣，跟住可動手指仲要係嗰啲咩？What do you want？ 哇！唔使啦，嗰啲咁樣夠啦。係咁啊！腳的關節，咁啊頭先大髀玩咗啦，哇！聽到啲聲真係幾爽啊，大佬。其實佢而家成隻嘢冇乜邊度唔係棘輪關節㗎，係嘛？但呢隻好似反比較少練到。啱啱呢度就有一個膝頭哥咯，膝頭哥，膝頭哥咯，可能要 zoom 埋少少睇，同埋對住鏡頭先睇到嚇。咁嗰個膝頭哥位有個少少嘅練，少少咧。有師兄話唯一投訴就係居然唔齊刀喎，係好啦，唔齊刀啊嘛。另外你見到腳腕老年咁大嚿金屬關節就知道，喺上邊呢一個上嘅個叫腳甲啊，都係叫腳甲嘅，唔係呢一個腳嘅護甲。你會見到呢度有個波頭再搏一個蝴蝶關節，所以變咗成件事係比特你嘅。你呢個腳嘅前面個護甲咧，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。咁跟住入面就會見到呢個金屬嘅腳腕關節啦，都係激輪嘅。
始終佢嗰、那個誒成個大隻卡，而家佢個造型咁大隻同埋個重量，佢唔用激輪關節係真係有啲會出事嘅。同埋你見佢後邊呢一個叫油壓位咧，佢都做曬連動，做曬足俾你嘅。嗯，所以成件事係黐線嘅。可動性大致上就咁啦。咁、okay 啊、所以變咗。哇！又中，都係玩嗰陣時真係小心啲。我想睇睇個貼地個幅度有幾大。好啊，即刻做個上格運動。睇佢夠唔夠衰嘅啫，要衰到貼地咁樣啊。OK 啊，喐到呢度已經夠啦，夠啦，夠啦，夠啦。哇！哎，哇，夠啦！睇下完全啊！哇！完全貼喎，哦，唔會掉落嚟，想要吧？哇！喜歡的東西，嗯，係唔使食炒就能擁有。嗱，我其實正常嚟講就要有三組唔同嘅 size 嘅，我叫持刀用嘅輔助具嘅，咁啊粗、中、幼各一，咁啊。粗就梗係俾呢一個三色斬攬刀啦，中嘅就係呢一個即係特典版嘅架撐啦。呢個又係特典版啊嘛，係啦。右嘅就係把呢一個武士刀啦，都係斬攬刀，三色斬攬刀。收陽有啲混淆啊，呢個係特典，咁嗰個面嗰個面上都係特典，同一齊嘅，冇錯啦。點先可以有特典話？俾錢。哦，幾多錢話？二千幾喎。唔係特典啊！嗰陣時係咪加100-200？唔記得咗 ，roughly 咁，但係多句啦，冇都唔係大問題嘅，最緊要入冇補充啦。咁多位有冇啲咩意見啊？呢只靚啊，完轉頭見。Toys TV をご覧の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しだねねです。ザ仮面ライダー展の海外初展示となる香港での開催、スペシャルアンバサダーに。就任できて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。参加できたこととても光栄です。インキュベースアリーナ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、ぜひ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。待ってます。